有美少女馬神 Coco 許如欣啊，雷神真係好勁啊！今季咧已經贏咗41場頭馬噶啦，即係勝出率咧就高達26.4%啊！而且今次咧出足咁多場啊，當中又包括超級勁嘅變背器、飛廉之子、大家紅同埋首飾太陽啦。而我今次咧支持首飾太陽啦，呢只馬咧上季出咗3次，全部都贏馬過，而且2次咧都係以慢班制記錄時間少少咁樣輕鬆贏馬啫。雖然今次係升班再出賽啦，但係咧就跑翻首本路程田草1400。雷神咧上個禮拜試過大集之後都覺得冇問題啊，仲排埋一檔，今次仲唔贏？重複翻美少女馬神心水先，就係8場5號嘅首飾太陽啦。想知道我哋下次未咩心水，記得留意東周網美少女馬神啦。